简单，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画出一个墙顶的位置，然后再画出一个瓦片和两面墙，然后呢给它加上一些细节，注意随便划拉划拉就可以了。然后墙竖着画一些线，然后再横着画一些线，表现出瓦片的感觉。然后墙壁随便划拉点颜色，怎么画都是对的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画的右边画上一棵树，注意树的深浅关系以及枝叶的疏密关系。左边再画点小鸟，我们一张小的风景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很多同学画山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。先画出山的基本形状，前景、中景和远景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给山上加上一点细节，随便划拉划拉就可以了。先画完后景，后景画完画前景，也是随便划拉划拉就可以了。注意山上要画上点深的颜色和流出浅的颜色来，随便划拉划拉。我们山上再画上几棵小松树，我们一张简单的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很多同学画树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找出两个小山坡，在山坡上面随便蹭点颜色，表现出山坡的肌理效果。先画完后景，再画前景，注意画的时候注意它的层次关系以及深浅关系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山坡上面画树，注意树的层次关系、深浅关系以及大小关系，注意树枝和树干的疏密关系和深浅关系。画完一棵再画另一棵，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的小树枝画一画，画完以后我们再随便划拉点小草，天空画几个小鸟，一张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很多同学不会画雪景，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找出一个小房子的位置，然后前边找出另一个小房子的位置。注意雪景的话，我们房顶是要留成白色，然后呢在我们的小房子上画上一些细节，注意随便划拉划拉也就可以了。前景中景画完之后呢，中景的左边再画个小房子，注意它的层次关系以及深浅关系。画完以后呢，前景横打线条，随便划拉点线条，后边往上划拉点小草，然后再画点小树，我们一幅简单的雪景图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很多同学画树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中景画出一个小房子，然后小房子加上一个窗户，顺便加上一点细节，注意画的时候一定要轻松一些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地平线的小山坡画出来，画完以后后边再加个房子，注意画的时候也要加上一点细节，里边可以画出木纹的小感觉。
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前景可以表现出一个小栅栏的感觉，然后再给房子再涂点颜色，注意涂的深浅关系，然后把小路画出来，后景画上点小树，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嗯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淡薄。风雨之后，我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风霜。很多同学画房子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画出一个墙壁，然后再画出一个小房子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把小房子的屋顶随便找点细节，然后把瓦片画一画，注意画的时候注意放松一下，轻松一点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的墙壁上画上小窗户以及小小的窗户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的墙壁也随便划了点细节，注意画的时候一定要放松一点，然后墙上的小砖也要画一画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后边画上几根电线杆，电线杆用电线连接起来，再画上几个小鸟，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嗯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。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淡薄。风雨之后，我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。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。很多同学画房子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画出一个房顶，然后画出一个房子的墙壁，然后给房子上边画上一些细节，注意一下，随便划拉划拉就可以了。墙壁随便划拉点颜色，然后把墙的颜色稍微的画一画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的瓦片也要随便划拉划拉，注意随便划拉划拉就可以了。画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瓦片的疏密关系以及深浅关系。完了以后呢，房顶画上个小电线杆，随便划了点小草，表现出树的感觉，右边画根树，最画点小鸟，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嗯。很多同学画树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。首先我们画出山坡的位置，然后找出太阳的位置，背景随便加点颜色，衬托出太阳的位置，注意它的层次变化和深浅变化。然后呢，我们画出小树，注意树枝树干的层次变化以及深浅变化。然后前面小山坡我们可以涂黑一下，随便涂一涂就可以了。涂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画点小草，我们一张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嗯。很多同学画电线杆还停留在这个阶段，是不是有点简单？今天教大家画个简单易学的，
首先我们画出底平线，左边画个电线杆，注意把电线杆涂黑一下，右边画个小房子，然后给小房子加上一点细节，随便涂了涂了就可以了。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房子边上画点小树，注意树木和树枝的变化以及树叶的变化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电线杆画上点小细节，然后拉上一些小电线，前景涂黑一下，随便划拉点小草，我们一张好看的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